这里以前全部都是老房子，这里。My life is beginning to improve. 就只剩下我一家。I am a happy and successful person. 猪不油了。目前从江面上已打捞出16000头死猪。我是马塔，阿拉也是咖喱口吧。我不害怕。阿妹。